乾坤金锁，开天宝库。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母娘慈悲》。我是代班主持人道迅。咱这个节目呢，是由咱中华瑶池金母慈善会来赞助提供。顶一集呢，咱讲到讲母娘来降旨，来降一个圣灵。甲一个道灵，要来支持咱这个道之慈惠堂呢，要来做这个开天口的大发挥。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咱特别应观众要求，佮特别来制作这集。啥物要来甲观众讲详细说明？啥物是开天口？啊，开天口是开第六口，总共有开六口，这非常的特别。啊，这集吼。啊！大家观众唔通转台，爱锁定认真来听讲，啥物是开天口，开这個六口。今日呢，咱的阵容哦，我看咱这制作单位吼，拢特别帮我安排过。咱来拢是咱上强的阵容。第一个，咱欢迎咱德智慈惠堂，也是我上尊敬的陈玉鹏陈堂主。母娘慈悲，大家好。堂主你好。第二个是咱台湾足有名的。高公大法师卢坤荣，卢大法师，我领慈悲，大家好，大师你好，哎呦，第三个嘛是重量级的，这看画面哦，就足清楚的啊吼。这个重量级的来宾，就是咱德智的文龙师兄，我领慈悲，大家好。后一个，这个真正特别啦，咱各位观众哦，来看咱这个。后者这个贵宾呢，相信哦，各位观众大家拢常常看到伊，电视台常常看到伊。啊，像我是为细汉看伊看大汉，哦，这就是咱金牌制作人林志文林制作。母娘慈悲，大家好。啊，制作人，请教一下，你敢有安尼相信？伫你这应该是有三十年的历史啊啦。对不？唔对。你三十年的经历来，敢有听过讲？开天口啊，开六口的这件这个发挥，坦白讲，唔捌听过。哦，我甲主持人报告一下吼，咱一般我捌听过拢是叫做宝仔口啦，宝仔口。对，啊，我之前因为了制作一挂灵异节目，是啊，所以讲甲一挂宫庙吼就比较有交流。今嘛嘛定定搁咧重播吼。哈、啊，对，啊，因为咱有神就有鬼嘛吼。啊，所以咱若讲拄到迄无形的，咱就相信讲做到灵异节目，咱一定爱找到正神正道、正神正庙、正神正道，对哈。啊，所以就接触一些公庙、公堂寺庙哈。啊，迄阵一般来讲吼，咱这个拢是干那宝仔口，我好比一个例吼。迄阵我嘛是从零到有，我捌做过大溪迎富送穷庙，大溪的迎富送穷补财库，补财库。啊，搁有这个八德三清宫，有金香寺有无？金蟾蜍，金蟾蜍啦哈。啊，对。啊，我小解说一下哈，因这补财库啊，真好哦哈。啊，伊这个大溪迎富送穷庙，相信吼，真侪观众朋友我来捌听过，伊这个哎，先送穷再迎富，先送穷再迎富，伊的得力的种，歹去啊好的再来，啊歹啊未去，好的无法多力来。哦，他的逻辑是这样，哇！啊，迄阵我哩甲做这个直播吼，就参考咱安尼哩做，效果非常好哦。啊，迄阵啊，这是几年前的代志。哇，我这看开差不多十五年前。我十五年前看到，甲你今麦看到，拢你拢未老呢。老你一代。是。哦，啊，他这个迎富送穷吼，我就感觉甲咱即届吼，有个部分，因为咱是开六口，六口拉起来吼。咱其中一个补财库，我感觉咱的迄个感觉阁袂歹哦。确定咱后壁请文龙师兄，啊，用道长来甲咱介绍吼。啊，另外补财库阁有一个所在，阮就嘛捌去过八德三清宫伊个金蟾蜍。哦，啊，咱就是请一个金蟾蜍登来厝，一只金蟾蜍，金蟾蜍吼。啊，也有一个发挥啦，
这个补财库也很不错。啊，一般我古早做的就是这个补财库，哦，这就是我做过的。啊，这一处，自从咱陈堂主哈，咱德智慈惠堂陈堂主，啊，伊讲到讲咱这一处要这个乾坤金锁开天库，是哇，我都唔捌听过，因为安那呢？连你都唔捌听过？唔捌听过，因为伊是爱开。六颗，六颗，六起来，一二三四五六嘛，六，啊，多六颗，我跟他背起来用，我唔知哦吼。天地水，啊，福库、运库、财库，财库咱知影嘛吼。但是天地水跟他不听过，但是没有被独立出来。这个福库甲运库有影，生目睭，出目白了，头一个听到。安尼，我即马听咱金牌制作人，我为国小看伊看到即马，我较释怀啊。因为连咱这三十年来，这伫电视制作做这个宗教节目吼，做制作三十几年，伊连听种有听过补财库尔，剩的这个嘛听过天地水，哦，啊甲咱这个补运的运库加福库，但伊都毋捌听过，对啊，所以我就较释怀。我想讲，可能咱家己吼较才疏学浅，拢是听过补财库尔，连咱即马这个。金牌制作人都冇听过，啊，咱这个乐库吼，上主要嘛是爱由咱领着母娘的圣灵的德智慈惠堂的陈玉鹏陈堂主来，请咱这个陈堂主来帮咱说明，这乐库领着乐库这个圣灵，啊，这乐库的情形是安那，为咱观众过来好啊，甲咱观众说明介绍一下。这对爱这个金锁开始了，啊，金锁吼，是伫个咱个景川，吼，伫咱个景川，啊，咱个甘肃省的靖川县，吼，伫遐个母娘遐领着，啊，领着金锁了，然后就一步一卡印，直直行，直直行，行到，因为领着母娘真侪物件，吼，真侪物件，譬如讲。万年的乾坤袋啦，吼，嘛是领着乾坤袋，乾坤袋，啊，佮啊就领着迄个啊就母娘的圣灵斗灵，其实圣灵斗灵就是遮母娘所派兵将要来护持德智慈惠堂，所以非常感恩。我是感觉讲一生吼，戆戆眼做，戆戆眼得啦，啊，顶一集我有讲着。讲去到景川的时，啊，遐有缘众生吼，甲母娘托讲做要金山银山，啊，我就我那啊目头拢无念者，我就插队落去甲遐个物件，总他因所需要金银财宝，拢甲好好起来山顶吼，啊，规个甲啊烧好因，好因大家会当得到。啊，这边母娘。好运呢，好难呢，吼！这个要开六颗，啊，伊就先数这个道令，吼，伫个啊做十二月二十二日就数啊，伫个圣灵。十二月二啊二就无就数这个圣灵。圣灵啊，甲道令落来。道令啊，我嘛要唔知讲迄个圣灵甲道令要用伊倒去，啊甲。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讲哇，咱就是要啊乾坤金锁哈，啊这个开了哈，啊这就是要予咱要予咱用在哈，啊请到咱这个高光大法师道长哈，因为专业用因的科技来完成这场的法会，啊母娘其实嘛真担心啦，想讲这戆囡仔唔知做会好无，啊一再的交代哈，啊这个六颗哈都是开福颗。啊，甲这个开运库，啊开财库，啊，过来就是吼驾天库啦，这叫做这不是叫做开驾天库，这叫做驾天库，啊行地库，吼，啊甲这个补这个水库，吼，总共是六库，啊这个咱即摆那这个六库的代志，吼，咱来交这个道长来甲大家啊说明一下。即咱头先咱陈堂主吼，有特别来为咱观众讲吼，讲咱即母娘的降旨落来，即个圣灵甲道灵，啊是安怎降旨的？即咱有一个 VCR，
吼，咱有到咱的制作团队吼，足用心的，特别去德资慈惠堂呢，来翕一段 VCR， 要予咱观众朋友看详细，搁看清楚。啊，无咱即摆现主持来看这段，一个德资慈惠堂母娘降旨的圣灵，甲道灵的 VCR， 咱即摆看一下这个 VCR。今天应允降旨颁诏，得加圣灵一道。南投民间金川德智慈惠堂店的辛丑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特别举办着乾坤金锁开天课三日法会，内容有开福课、开运课、开斋课以及寄天课、行地课，也有补水课，拢总开六课。这是一个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咱金川母娘无极妖帝金庙大天尊特派特降的法会科技，是一个非常殊胜、非常有福报的科技大法会。咱即马所看到画面，就是母娘特版由丹玉本堂主接到一个母娘的道灵以及圣灵的现场画面。德智慈惠堂堂主陈玉芬，你个社团法人中华妖帝金宝慈善会理事长陈进龙，因为陈先生分享拜金上主尊，为凡尘恭心意下，因念众生，渴望妖帝金宝乾坤金锁开天。包括福禄寿喜财，四下众生无量慈悲。普舍新冠肺炎，天灾速速远离，保健佑民，法师需祈求周良，是地文所一道，相逢过亲，三元神降护，万圣感动人，降落下人顶顶上无灾出无疆，永保道心灵，祈求道果会当圆满，灌在天文岁处新丑年，农历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阳历降在本经处普摄道法坛，温庇。上供保佑机会名灯，清白净供所有妙供金银财宝等于在法门本位。啊，各位观众，看完这段 VCR， 你有特别的感觉无？咱这回开天课，就是母娘来降旨的。啊，听讲咱当这个当工咧翕这个 VCR 的时阵，咱的金牌林制作嘛伫现场了。是啊，请教一下咱的林制作。是，之前是安尼哦，像阮做制作人做较久吼，咱若讲有较特殊的科技，或者是讲比较特别的仪式吼，阮一定爱搞。吼，啊，像即一处啊，咱陈堂主咧接这个圣灵甲道灵迄阵吼，阮是讲头一届，所以阮若来去翕哦，现场吼，迄个气氛非常的庄严。迄阵有咱国公大法师嘛吼，啊，他们父子档吼。阿哥，咱等住，你知影那个多殊胜吼？伊个跪伫个咱这个大殿前面，啊，咱等住，我阵唔知看到讲咱翕落有真接无吼？等住你接迄阵是接无形的哦，先接到无形的，所以咱等住接到母娘的圣灵甲道灵是无形的，无形了后再透过啊，咱等住这双手夹起吼，踮咧这个圣灵甲道灵。吼，当初我无记唔到，迄个道圣灵是四角形嘛，吼，啊道灵敢那三角形，落个加持，然后呢，再把圣灵道令吼，再转给吼，哈咱国公大法师卢道长。所以咱母娘吼，各位观众啊，咱母娘呢，咱堂主头有讲啊，母娘呢要伫咱南投的晋川德智慈惠堂要来大发挥。所以呢，除了有圣灵甲道灵之外，母娘呢，佮指派千军万马，要来帮咱这回乾坤金锁开天口的大发挥吼，要来做一个大发挥啦吼。啊来，咱继续吼，来请教讲咱的，咱这台湾有名的高公大法师，咱的卢道长、卢大法师，咱这开六口是。做新型的代志啦吼，
啊，即咱开了课，即回吼，你就较有时间，因为顶一回咱时间较无够，即回来为咱的观众详细来说明，什么是咱的开天课，啊，开地六课，哦，来为咱观众好好啊来说明一下。哦，咱这次吼，啊，这特殊厨艺堂要开这六课吼，福课啊，甲运课、财课啊，天地水，就是咱这天课、地课、水课。啊，我即马就是讲吼，一课一课慢慢来啊，讲安尼吼。啊，咱就先对这啊这福课先来讲，因为咱拄好正月十五，所以伫这六课中间，这第一课就是讲福课。这是非常的这重要，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因为光是这天官赐福，而且三官大帝的这圣言啊，啊嘛是咱世间人拢咧求赐福的，而且好的日子啊，所以讲头一个开啊，咱一定爱特别吼啊来恳求母娘啊，赐下伊这金锁匙，轻轻啊来降下来，甲咱开这课以外，当然呢。啊，嘛来甲各位者来报告，咱若较输后摆，都受到这课，吼、哦，会当来做过较侪这社会公益。啊，当然呢，因为这课呢是目前就对啦，包括咱在地球上足少人咧开，会使讲等于无，咱即个是头一届来开，吼、哦、啊，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无功无德。为什么要上单地？就是讲，无功无德，啊，你母娘，啊，甲你一个法师，你为什么也开？啊，我嘛直接建议，哦，我大家也得到讲，要趁有钱，啊，尽量咧，爱当来吼帮助这個需要帮助的人，做社会公益。哦，人讲哦，古早人讲一句话吼，讲偷鱼也无做买鱼空，嘛就是讲，甲伫这正月时天官赐福的日子，二月初二的日子，甲正月初九这三天的日子，尤其是在天官赐福这個日子，会当来求祈求，咱一年通天，啊会当来顺遂平安。大法师吼，甲咱讲的哦，因为我认真咧听哦，虽然拢做专业，我认真咧听。头月无做，尾月空，啊，咱特别敬伫咱这个正月十五遐。十五，正月十五，那是咱上重要的，就是咱天官赐福的一个上重要的日子，来祈福，来祈福，来开这个福库，福库。啊，我去补充者吼，啊，咱是讲为什么开这福库？我过去春经有足侪经验，就是讲伫这個年初，就甲一挂生意人、啊事业家，包括一挂跩公司的干部、啊技术人员，我拢也甲建议，拢去人祈福，啊，带我的这后生去祈福。啊，为什么要祈福？伊讲，啊，你也祈求人，听讲我今年吼，收牛啊，明年这牛啊，都冲到要安怎？快紧，啊，咱恳求天官赐福，把咱好的带入来，歹的啊倒去。啊，会当去你困求母娘，啊，有这拄啊有这福气，啊，你若拄啊有这善心，我阁相信你会得到足侪这财力。但是年底，吼、哦，咱会讲讲，唔则讲我这头月无做，尾月空，啊，石头佬讲我说，一世人，一年烫天啦，啊，一年换二四个头路，佮等下食尾月讲佮渣渣。啊，像讲哦，包括公务人员，伊嘛讲祈求吼、哦，天官赐福。哦，啊，困求啥？在这天官赐福吼，咱全省足济位，就是毋是点灯？为什么点挂灯？就是点光明，点一个灯，甲咱带路，互咱过一年通天，哎呀，平平安安，囡仔大细来看一挂灯，一世界后娘，好拢非常的这强调拢足闹热，就是正有才。所以讲，这是这开这福库，这是咱母娘慈悲吼，爱特选吼，一定这可爱啊开哦好。啊，当然，咱有做这天课的这声地，搁有这课官，吼、哦，啊，到时吼，啊，再来，拭目以待啦。啊，大家当来现场来参观了呢。啊，有了解啊吼，咱这母娘
降脂落来，有降性能甲德能的这个乾坤金锁开天裤，一年卡一遍啦吼。啊，金牌制作人，有，他都听到咱这个高功大法师，甲咱的文龙师兄安尼解说，有，相信你嘛，了解讲，什么叫做开福裤啊？有，我感觉吼，阮制作人是安尼啦吼。像咱国公大法师甲咱这个文龙师兄，因讲的这个，敢那咱古早讲的文言文。啊，阮做制作人的吼，阮就拢靠我都甲文言文翻做白话文啦吼。啊，咱这个福裤因的意思就是安那讲，咱这个吼过年呐，门口爱大响，大春春来啊吼，春联大福，对不吼？啊，这个福我有去查过哦，这个福的字，古字的意思讲富贵寿考。富贵寿考，皆齐备叫做福。福的意思讲，一个人有钱、有地位，而且佫长命百岁，这吼，食百里这叫做福。所以咱为什么咱门口咱搭一个福，就是爱希望福神来降临。吼，这就是一个福。啊，无会变安那的。咱有捌听过福报佮福分对无？福报是安那，咱若做好代志，上天知影讲，你有做这个福，啊，佮你报下你，叫福报嘛。福分吼，有诶有福无分哦。安那讲，咱捌看过迄个新闻台吼，啊有当时喺新闻讲，啊有一个乞丐，哦，人伊这毋是乞丐呢，伊这其实是足俭的，啊，甲一寡捡拾荒了后，后壁讲两间楼仔厝，这捌听过吧？较早一个武训啊，上有名诶丐帮的帮主叫做武训啊，对，哦啊就是安尼吼，对，啊伊这就是安那，有这个福无分，有福袂晓享嘛，吼对，啊真侪是安那呢？福气来就甲开甲大，即马就是安尼吼，很多有钱先甲开，后壁就无靠。啊，这一次我们这个开福库吼，在我认为上盖殊胜的是讲来补这个福库啦。啊，因为堂主有讲说这个金钥匙嘛，吼，咱这咪跟他讲，跟他有烧的福金。有，咱这堂主讲的，因为当初有领到这个母娘伫井川。就是我们陈堂主的一个金锁匙，靠后手才陆陆续续的这个开天口的这个发财。对啦，啊，所以讲这个金钥匙甲开了，就叫开这个福口嘛，哈，当作安尼对不？哈，是是是是。啊，各位观众，有文迄个有文言文的，啊，也有白话的，啊，也有咱这制作人的吼，这个上简单啊，上符合观众的解说啊，所以这福口大家就知影讲。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我头先听完讲，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爱有福，嘛有分，所以开福库看外有重要的。对。啊，咱后手阁有另外五库的呢。嗯。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要开运库。运库。制作人，你敢有听过开运库？我真正嘛唔捌听过呢，我真的是讲真的哈。啊，观众朋友，你捌听过，你甲我讲哈，我制作人。严格算是满年，叫满三十年。哦，算是满三十嘛，三十年前就留咧等啊。嘿，我嘛爱计较一下吼，搁查一下。啊，我这样讲吼，这个运气是安那咧？咱捌听过成语叫做“好命不怕运来磨”，好运不怕运来磨。对。啊，迄个爱好命，你运歹吼，伊个会砍命害你磨的，就好运不怕运来磨。啊，搁有一句话哦，伊这拢讲运的这个重要吼，伊讲这个哦，乞丐吼，冇三年的好运，乞丐有三年的好运。对。迄三年后，你也有法度好好把握，变丐帮帮主。哦，啊，丐帮帮主的，我怎讲的？武训，武训是咱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名丐帮帮主，因为伊吼佫起下好。对。所以这运嘛，足重要。你讲乞丐嘛，三年好运。对。啊，所以讲这个运库，你要讲掌握这个好运就很重要了哈。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咱拢讲到咱人生边呢，各贵这个破的人生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对吧？是啊，头一个叫做命，这有分身，命是先天的，我都改。哎，好、哦、啊，所以讲路途八里命，蛇凶虎也拢天注定。是啦、啊，古早那呢，伊讲吼，古时候的人，好像你读书啊，伊讲吼，起也好，起也好，看到好，山顶看到好，还是讲你行喺山起啊蛇合到，哎、欸，这拢注好好呢。他这是有命底在那里面，所以好命派命就是万般皆天命，半点不由人。这个命不能改，这先天呢。所以命的部分是咱生下来被伊注定安怎，就是无法度改，无法度改。对，啊，这个风水这個部分，咱讲福灵福灵机对吧？福地福灵机，福地福灵机。啊，确实讲福灵伊也无
基点的福地，假设是住到鬼屋，你只要找到神明帮你化解，而且是说这个风雨堪舆大师哈，风水大师，哎，伊就有法度给你找一个福地，给你带。这所以这，咱虽然讲有先天，但后天也在改，哦，这也可以改。所以命的部分是，我这落土都无落改变。对。啊，运的部分都要靠后天来修补。对对对。好，来转变。他这个积德也是这样哈，先天后天你都可以在积福造德，你就可以补到这个德嘛。啊，读书你就用功它，但是这个运。好，咱就讲到这个运吼，这个重要性吼，就是说等于说，它这个部分有先天的部分造成的命运，但是咱一般拢唔知影讲后天可以改变这个运嘛？后天会使补运的，对啊，会使改运。即届咱就乾坤金锁吼，开天口就是有补这个口，所以我那时候跟堂主有说到这个补这个运库，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这个艺术。啊，各位观众啊！既然像咱头拄仔咱林制作，咱这金牌制作人讲的，讲咱命是先天注定好的，一落土就伊的背义，啊，咱的运先透过后天来补来改。啊，咱嘛来请教讲，咱文龙师兄，咱德智慈惠堂的文龙师兄，对讲这个开运课，哦，文龙师兄的看法是啥？来，文龙师兄。那方才呢，咱国公大法师以及咱的制作人拢有说明，俗语说一命二运三风水，运在命之后，可见呢，咱中国人对运的重视。而且呢，所谓命主众生，运主菩提，运这个字就是行进，如是你的运势畅通。你通行无阻，若运欠呢，就寸步难行。为什么咱处处要举办这个开运课？这个开运课伊差别伫倒位？如果咱一个人凭靠咱自身的力量，知影要去修福积德，来以增加咱的运势与福报，那是靠咱自身的自力。但是处处这是母娘伊亲身降旨颁诏。真灵正甲要来下降，为咱众生来主持，在母娘加持的这个力度，伊这是胜过咱自己发生力量，才是数十倍，乃至数百倍。所以，若十方神圣，你若有报名参加咱这个开运课，在母娘无限神通与愿力加持之下，可以减少咱本身这个辛苦的过程。唔知减偌济，这个属性与差别是贵伫遮诶，所以也是透过这个镜头，用全国神圣来力鼓励，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赶紧来参加咱这个乾坤金锁开天库三天法会，尤其是咱上元天官祝福之日，但聘请咱国公大法师，按照这个正统道教科技。来以进行，道中有宅，咱祖师有传承，国公来引发，这是绝对万无一失的，请各位多多参考诶。啊，除了哦，有咱这个金牌制作人，啊，咱的高公大法师，啊，咱的文龙师兄，来为咱观众哦，来说明讲这个开运课啊。后一个是我上有兴趣的，我相信嘛是咱全国。的观众上有兴趣，上有兴趣的，咱就是要来讲到这个开斋课。开斋课是每一个人拢需要啊。制作人是，这个开斋课，你头拄好讲讲，你伫要挖三十年来，对，这个开斋课你嘛经过讲足侪即个公庙啊，即做足侪即个节目，是拢有迄个开斋课。咱这回开斋课，唔知有教讲咱其他的即个公庙的开斋课有啥物无共？是。我感觉是无同哦，但是我简单说一下啦吼。咱古早一句俗语就叫，咱人吼爱有财嘛，爱有有库，吼爱有财嘛有库，不会安那呢？你有财无库吼，就算讲赚溜溜开溜溜嘛吼，赚偌济开偌济，爱都见袂调，迄就叫有财无库啦吼。啊，咱一般咱世俗啊，那比如讲，咱要哪来补财库吼？咱就是一般咱看到就是踮咧庙的内底。
咱买迄个在库金。在库金。在库金吼，啊，迄、那个我。记一个例吼，咱台湾这个上早这个武财神庙吼，啊北港武德宫吼，北港武德宫，伊这二三十年啊吼，伊这个财库金吼，细分的一百，大分的五百，细分的差不多安尼吼，大分的差不多用塑胶落啊包起来。安尼也是我应该买十分，大分的。这我相信，这观众朋友吼，这咱主持人咱当的这个一定是安尼问题。我咧讲，我早期吼，我就拢领月金嘛吼，啊去补拢干啊补一分一百。啊！但是我看人遐那会讲，哎，一届拿迄个五百的吼，因遐有效果，我拢捌甲采访过嘛。伊讲他觉得财运会特别亨通。落尾即个补财库嘛有变化哦。普通一般咱去庙拢看到是300块发财金嘛，哦，这现在演化就变300块，拢是发财金。对。啊，我前一阵啊有去即个咱国境之南有一间叫做高山岩福德公园拜这土地公伯，人因进店间啊吼，用迄个环保袋。发一克啊吼，迄个塑胶环保袋呢？哦，我看迄个青苔超，应有尽有。哎呀，十斤有吧？迄跟他称重的迄个，好了，唔知偌重啊吼。他这样一副1000块，吼，啊一个头家，伊也是当做结缘品的。伊讲制作，吼，因为我报迄阵是报500啦，吼，我就讲500应该是一个数。伊讲你家己这样做生意，就爱报这个较大白的，这个1000的，我就甲报，吼，有效哦。我咧讲安那有效吼，咱这五分，我的经验就是大数据吼。对，你有经验。补财库30年的经验。30年，观众朋友，你听看，这真正北京电视台无讲到，我这真正是分享吼。咱一般吼，这个补财库吼，上班族的凭良心讲，保平安。因为吼，做甲老光乡甲老孬，你叫头家讲，甲你升一个3星5星，一定无欢喜，对不？这一定是。啊，这吼，咱也无法度讲够外劳啊，吼。但是平安嘛是真重要啦，吼。啊，你若讲这个补500，补迄个较济，相上好。业务、中介，而且吼，你的这个产品吼，愈贵的愈好。你相信我一摆，吼，这款就是。但是，咱今有个高德回来吼，为什么这届这个乾坤金锁开天口？我一听到我就很报名吼，因为抢头香，因为安那呢？伊这唔是干那补财库，伊叫做开天库、开财库哦。用锁匙甲开咧，你甲拍开了后，内底拢金银财宝吼。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以非常非常之殊胜，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为什么马上报名？就是因为咱母牛正行进东，对。然后正神正道，非常的灵感。一间庙，主神老宅。他所办的法会可以保证100%是灵验，所以我头一不明。啊，听讲咱这回吼，啊，带咱等下吼来请咱高公道师来讲这个开斋课的部分。听讲请到这个高公道师，听讲咱这回的开斋课是母牛呢降旨来特别命咱的这个中路的这个母的财神，母财神赵公明、赵万岁来为咱几个开天开斋库哟。哎，对，咱处处是母牛特派哈，啊来讲由咱赵公明、赵万岁，这中路母财神，啊个以及咱这招财进宝立丁，啊而且这仙官哈，这个五路文武财神爷，啊个以及咱这偏财神老海贤，哈。啊！以及咱库官顶，吼啊！要来开这财库，为什么咱财库非常重要？这是讲诶，财是我们的每个人都需要的。那讲无财吼，大家拢需要。我拢话讲做都无万能丹啊，创啥糖不方便，要添油嘛无，是无油啊。哦啊，所以讲尤其是这种诶，做生意人，甲头主啊吼，咱诶讲诶，讲个做哈是一寡中介啦。业务人员啦，接订单啦，我这上好。今麦我看到遮吼，咱遮的工作人员，包括咱遮的摄影师，我看大家拢要报名。是吼，这报名啊，叫伊落来。啊，当然吼，我以我的经验，过去我捌共开这财库，啊，只要有诚心哦，伊毋是讲，啊，我真单的，啊，我都去到今年就要安怎，迄是无可能啦。啊，有诚心求无呢？是啊，诚心。哦，啊，佮求这财神爷，所以就是讲，我一下做煞吼，落来我订单都入来啦，对，啊，起码逐年拢叫我去做。有当咱讲，咱可讲哦，咱的
老李，咱的理事长，陈理事长，一个哦，你人我无找我，我一人咧找，拢个哎，拢企业家咧找，为啥？我过去我都讲真回事，我都家开一下课，开课运，啊，互伊订单满满，啊，又趁钱，伊绝对袂走去别位啦。所以过去，一定搁来找你啦。过去只、大法师的只服务的吼，每一年服务的只开斋课，拢是一挂企业主。企业主吼做生意的，特别请你来开这个斋课啦。你唔免讲哦，半工去啊，创啥，伊自然伊就来找你讲。啊，紧嘞，啊紧嘞，这斋课吼，啊伊来甲咱开安尼。是。咱查厝啊吼，高公大法师吼讲的讲，虽然是每一个哦，包括我，我嘛都需要这个财库的哦。啊，咱找高公大法师吼，就有较早伊的过去的经验，这我相信应该是超过30年了吼。伊的过去的经验呢，拢是咱这生意人，才做生意的，才的企业主哦。啊，包括咱查厝咱制作人讲的讲，这财库吼，我家己的感觉来讲，财库呢。就是那伫咧，那像像咱手机的目底哩，咱手机的电池啊，咱手机的电池用，就用了较无电器，啊，所以就爱补载库，就等于咱手机的电池咧充电的概念吼。是。所以手机啊，就算外新的电池，伊用久就会无电，啊，无电呢，就是爱充电，这就是补载库的概念啦吼。哎，主持人，你拄啊记这个例就好吼，啊，我你看咱的开天库吼。那是跟他充电哦，一粒八得哩，一粒换一粒新的哦，有无？哦，这个概念是啥？所以咱的开天库，唔呐讲帮你的八得哩充电，哥个你讲八得哩较细粒，佮帮你换一粒大粒的八得哩，这个叫载库。哦，这个叫载库啦吼。啊，文龙师兄，这个架天库的部分，你来说明一下，来补充一下。那方才咱这个卢道长跟咱制作人已经讲了真详细，所以架天库就是将咱未来社人可使用的福报，你的功德主宰架在上苍天主所属，在咱未来如果在轮转的人生之时，你才会当用架天库这的福报功德主宰化成你人间可用的钱财。啊，方才咱这种已经说了真明白。是这种时空的概念，不要说真的，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你赚的钱享用不到，那就可惜了、欸、所以一定要在走之前把它用完哎、欸。不，要架你天库，记在天库，记在天库啊。啊，过来，咱哦，另外一个库，查出咱堂主嘛，各有咱改，各有更正哦。就是咱的兄弟库，各位观众、观众朋友，兄弟库。兄弟库，大法师，什么叫做兄弟？啊，咱地库就是咱讲哦，做本命的库嘛，吼。本命的库啊，就是库同款，甲前的几个差无讲足济，啊，这嘛是拢前世人所累积来。所以这个兄弟库的部分是前世人所累积的，啊，累积来，啊，咱嘛是同款吼，除了吼，咱个这啊用这德高的科仪，落去啊用以外呢，吼。啊，过来是用名书，加一挂扣钱啊，干啥？咱街东有讲，你欠偌济，吼、哦，你寿星经有注明嘛？吼、哦，你啥物想啥？啊，你当医生再查出来，啊，你欠偌济，你就来还偌济，搁来还还掉，吼、哦，啊，再过来补咱家己的本命这扣完。所以这个兄弟扣的部分的这个概念，就是咱在做大法师安尼所讲的哦。啊，制作人啊，是，这个部分你有听过啦？兄弟扣的部分。这一次也是透过这个法会啊，让我认识很多哈。古早拢是捌听过，但是咱拢无去细细去理解说伊内底真正的含义是伫对哈。啊，伊这个兄弟库哈，刚才堂主有跟我们讲兄弟库，伊算讲地官下罪的概念嘛哈。地官下罪啦。这个部分就讲咱人哈前世哈，或者今天咱难免拢有一挂冤结嘛哈。就算讲我欠你，你欠我，有当时啊，就大家无欢喜，这都是一种冤情。常拢有听到人讲是我欠你的。哎，对啊。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概念。对，这个概念吼，啊，咱常常踮咧工课顶头讲人生路上，你拢会感觉有小人甲你害嘛？
哎，孝林嘛是这款的概念嘛吼，伊就伊就来甲你完成这组来甲你托保这个概念。但是咱要哪化解，或者是讲要哪减轻，就爱透过你讲新地壳啊，这个科技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科技。所以那是讲新地壳这个概念，就讲那是你有一个完成这组的啦，是孝林的啦。行地库这个部分是足重要，都来行行的就对啊。安尼我要行起来就介济啊。嘿啊，这地官嘛是下罪嘛。这才多安尼听听讲讲的吼，我哩听多一直惊起来。所以哦，我这行地库的部分，哎，加加来行一挂地库，吼，一挂咱的完成制度的吼，我就爱透过这个，因为我即摆为了为，我即摆是为母娘咧服务啦。啊喏，这个行地库的部分嘛，爱来行一挂地库。哦，我家己个一寡个人的完成制度吼，拢会使来化解掉。是啦。啊，咱另外一个补水库，哦，即我一直咧想讲补水库。啊，这水库唔是讲，就是咱这个我电台通水库咧石门水库啦吼，所以这价值是无同款的哦。制作人啊，是。这水库的部分，你有啥物经验？有，我即届嘛是这边的学习吼，因为咱怎样水库。天官地官水官嘛，哈啊，水代表宅，好，那这个水库的部分的圣宫代表的是咱一世人的财富，包含这个偏财嘛，哦对，啊，拄啊头前咱朱启林有咧讲到吼，就亲像九门水库，但是有的人是无水库，来透过这个补库，所以水库的部分有的人是九门水库。啊，伟人是啥物？尼加拉瓜大瀑布，遮大滴。啊，伟人是遮细水库，所以都无共的。补库爱补库，啊，但是本来有石门水库的，可能嘛爱补，为啥物爱开？因为吼，水库年久月深会有污泥。啊，就像迄个进前咧新闻讲的，看到啥物九只青蛙迄个意思嘛。啊，是是是，迄个是青蛙，迄个是水库，迄个是水库，一直降来，一直降来，我打伊啊，所以就爱定爱补水库。爱补下稳，补下甜，啊，这世人的这个财富才会滚滚而来，这样子。这个文龙师兄，这个水库的部分，你搁甲咱观众哦，说明甲补充一下。方才呢，咱这个制作人有讲到一个足重要重点，就算你是九门水库。年久未深，经过时间的消耗，环境的变化，你的水位一定会下降、消耗。所以这个时阵，咱爱透过正统的科技来补充、补水库，因为水库需要咱本身今生人口使用的资材。而且，头拄啊制作人有讲过一个重点，伊包含偏财。为什么有的人伊用心打拼？但是伊比如讲，伊是一个上班族，伊每个月用心工作，伊所领是固定薪水。那有的人伊游手好闲，走入去彩券行买彩券，伊会得奖。意外之间，伊得到一笔足大的偏财到手。哦，这是咱时常伫新闻上有当看见。财有正财偏财之分。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若有补充你的水库，在同时补充你本命正财之外，偏财这个几率伊福分也同时增加，这个好处是伫遮啊，遮甲大家报告做参考。听完吼，咱这个母牛降子降圣灵，要咱伫咱这个新丑年吼，啊，就是咱正月十五、十六、十七这三天的大发挥，就是乾坤金色。开天库的这个大发挥，大家听听这六库，我相信观众朋友吼，像我呢，即马大概都完全有了解啊。啊，是讲咱观众朋友，你若要来参加这个三天的大发挥，是要去对参加？咱来问咱这个陈堂主，陈堂主。啊，谢谢。迄、那个咱的发挥是伫南投啊，民间乡德惠村吼，出南河路。在咱母牛的道场，吼，啊，因为咱都啊大部分的啊母牛的道场，大部分的建设啊已经大概完成了，哎呀，迄个初步已经完成了。后壁要做的虽然真多，但是一步一步来，吼。啊，稍等下，咱那个道长要来讲一个，有做一个咱开这个大法会吼，除了咱有六大的金库。
有做六个大金库，迄当迄个金库是要创啥物？金库就是要予咱底所闻，吼、哦！你每一人来参加，不管你是啊补一库，还是补六库，一定每一库拢有一个所闻，这个所闻就要记在咱这个。这个啊，做这个天课来对，迄六课来对。是。然后那做好的时，咱的高光大法师吼，甲转化掉。哦。哦啊，大家都发到得到你想要爱的福利，吼、哦。是。啊，过来，咱有做到，咱这个道长有准备到这个天梯，哦，这个非常舒适。啊，过来，咱母娘有交代讲，爱做一个红鸾。红鸾，无交代红鸾。因为我常常看到迄个红鸾，就是，可比中立主会堂，啊，不是歹势，不是中立，是叫做，迄个叫做啥物主会堂，有一只红鸾吼，就是母娘坐在上，吼、哦，啊，边啊有迄莲啊，啊，佮两个侍女在旁边，啊，佮。母牛就是伊坐迄个红鸾，就是一边就是一只红，吼、哦，啊边啊佫有六只，啊就较细只的红。啊，这个吼、哦，我一开嘴尔，都一个张老板，吼、哦，啊伊就主动讲啊，因遐的师姐要关心，哦，这是非常舒心。啊，所以大家若有闲，啊，伫个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啊来去南投德基住一顿，来行行咧，看看咧。今年若无补，哦，啊，明年嘛会使参加，因为咱一年干一次尔，啊，你都莫失去这个好机会，哦，啊，咱即摆来听这个道长讲一下天梯这个代志。他主要听咱陈堂主咧讲，母牛阁有只是伫这三工的发挥吼，阁爱打造一个母牛的座驾，就是伊的红鸾啊。这就是咱他主要讲，讲咱节目一开始会讲到，这个开天库的部分，开福库的部分咧，是母牛亲身要来。教令咱这三工的发挥啦吼，所以这就这个母牛的红鸾啊，道长大法师，该请教，咱这三工这个发挥，你有准备什么款的科技的先，甲咱摄录一撮撮啦，互咱观众朋友听一下。除了吼，咱这头下这调兵遣将以外吼，啊上尾啊要来开这库城的时阵吼。就是一定要照古早所流传来，先生所教流传来，要做分推啦。做分推，嘿，要做三十六层的这個分推啦。所以是分推是三十六层的分推，嘿，啊来用这吼、個、天官束缚落去啊组成的。啊分推人讲，咱无上分推，啊靠到伫顶悬，咱要哪去顶？哦，因为母娘甲一个，伊甲咱迄个无啊，咱。法师会甲母娘会带跩骨啦，来去咧顶分推，啊上天座。所以就是头拄像咱大法师讲的讲，所有的观众，因为咱母娘咧来只是降临吼，要来三工的发挥吼，嘛爱透过咱吼有这个道令吼，咱的高光大法师来做一个分推，分推，啊这分推是三十六天推哦。所以每一人能透过这个三十六天梯来去领到家己的天库的库源就对了，对对对，这相当的特别，这相当的特别。啊，当然有缘的人亲亲教是上好，啊，无就是用伊的肉亲，何谓肉亲？就是伊家己的人讲，我感觉直系亲属，啊，都摆好都袂走的，有人客对外国啊是创啥，啊，就所以讲，你得叫恁的亲人亲亲来替你订分梯。各位观众，咱经过咱今仔日哦，咱陈堂主，咱的高光大法师卢大法师，啊，咱德资慈惠堂的文龙师兄，甲咱的三十年的金牌制作人林制作人，
经过咱这所有的说明呢，咱非常了解，啊，我大概甲恁整理一挂重点。第一个点，这是一年一变哦，吼，普通是无哦，咱特别母娘呢降这个圣灵加道灵，特别经历这个辛丑年的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一年一变的这举行呢，这个乾坤金色开天口的大发挥。啊，咱要好好啊把握，因为一年一变。啊，我听的呢，所有咱去开六库的部分，吼、哦，甲头拄咱制作人讲的讲，应该是大法师啊，有史以来的第一遍，首次的创立的创举，是母娘呢要来降旨，吼、哦，为着咱台湾，为咱全世界每一个观众朋友。献给大家看，要来献向给大家，啊，来保庇咱所有的信徒，所有的观众。所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一年一变，来咱道子慈惠堂参加这个乾坤金色开天课。啊，今日呢时间吼短短啊，尔啊，感谢大家，吼啊，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任何的需要。来看咱的广告来说明，吼、哦，来感谢大家，感谢各位观众，母娘慈悲。